同仁，加点食欲啊，开开胃啊，开胃小伙子。还要不要？你也来啊？要不要？那里呀、啊，好不好看？那里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白色的，怎么回事？白，有点搞笑了，我觉得真的。嗯，这个盒你吃盒，你只能吃盒了，哈哈。他吃你的吧？不打的，白从来不跟，白从来不跟人家抢吃的哦，白。白好搞笑，搞两个纹身。来来吃。哟，人家爆吃完喽！下面是白粥，也是照样吃，干干净净，吃肚子舒服。白，你也吃完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白，这里还有一点给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本来就是你不想吃，放来，搞干净了粉。嗯，吃饱了，在家也要多吃啊，懂吗？懂不懂？走吧。不理不理算，吃那肚子那来。